马上又到玩雪的季节了，天台山绝对是成都周边玩雪的天花板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藏在天台山背后的世外桃源。导航搜索天府五谷耕读桃源，距离成都约2小时车程。这是一家由川西老民居改建而成的民宿，每一个房间都有天井和泡池。我们住的房间还有一个超大的阳台，早上推开窗就是绝美的田园风光，宛如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这里距离天台山景区也只有10多分钟的车程，现在也是天台山看萤火虫的季节，白天可以带孩子上正天台玩水，晚上就去看萤火虫。每个季节的地点都有所不同，去之前一定要查一下观萤攻略哦。